第十九题到21题是题组，想要利用电池或锌铜电池在铁制汤匙上镀锌，实验器材如图所示，请回答下列19到21题。第十九题是问实验线路应如何连接？我们要在铁汤匙镀锌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金属都是在负极吞层的，所以我们的铁汤匙要接在负极上面。那么另外一个所谓的芯片呢，就要接在正极上面。所以如果我们接的是电池，我们的丙就要去接己，而我们的丁呢，就要去接戊。如果是接在所谓的锌铜电池上，我们晓得我们的芯片呢是负极，而铜片呢是正极，所以如果是接在锌铜电池上，那我们的甲就要去接我们的铁汤匙，也就是丙这边，而我们的乙就要去接到我们的芯片，也就是丁这边。所以呢，我们接法就是我们的甲去接丙，或者呢是我们的己去接丙，而我们的呢乙会去接丁。或者呢，是我们的戊去接丁，因此我们看到第十九题问我们说，实验线路应如何连接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己接丙，戊接丁。